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就要去 Gurney Plaza 那边走走，因为我想要买一份圣诞节的礼物给我的朋友。然后因为我们24号会有一个交换礼物的环节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就要出去挑礼物，然后顺便拍一个简单的一个 vlogmas 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吧， Let's go。 所以我们逛了2个小时过后，就来到这一间店这里吃甜品，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排着队。哇，你们看它的蛋糕全部都是五颜六色这样子的，真的是太好看了。然后它有这个 Christmas 的蛋糕哦，真的是很可爱，而且又很好看。当当，这个是我们教的东西，就是一片 cake 跟一粒 cream puff。 OK， 所以我现在要来试吃这一粒 cream puff。 天哪，这个 cream puff 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吃，就是你一咬下去哦，它的口感，它的 cream 是那种很冷很冷的感觉，就是很像在吃这 ice cream 这样子。这里呢就有刚才我们吃的那些 cream puff， 然后这个是它的 original flavor， 也就是我刚刚吃的那个，然后还有 matcha， 还有 chocolate 的 flavor。 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吃了觉得很好吃，所以就买多几个回家 try 看，然后一个是差不多5块多这样子啊，真的是很超级无敌推荐，真的是很好吃，值得去 try。 Day 2。 Hello， 今天是12月22号，然后我又要去对一次 Baragon、因为我上次的那个圣诞节礼物还没有买到。然后你们一定会很好奇，怎么我上次去格尼啊，然后这次又要去 Baragon 对一次。因为上次我去格尼哦，他就突然间还下很大很大雨，然后结果我们就去不到 Baragon，然后就变成今天就要去多一次这样子哦。然后也刚好我昨天刚考完试，然后就今天也可以顺便走走，出去走走就放松一下这样子，然后也顺便买一个圣诞节的礼物。然后所以我现在已经差不多要出发了，所以到那边了我再拍给你们看。Okay, 现在呢我们就在走着去 Paragon， 因为我们的车park在 Gurney， 然后我们要去 Paragon 买一下东西再回去。耶、yeah, 我们现在已经到 Paragon 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去逛街先，所以等一下我买好东西要再继续拍给你们看。 2 hours later。 Okay, 现在我已经买好东西了， then 这一个是我买的礼物，然后我们现在刚刚到格尼，然后我们就要去找地方吃晚餐。给你们看下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就是这间店今天意外的少人，因为平时哦都是排队排很长的那一种。
耶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要买奶茶来喝。跟这个12.9两杯。台湾 brown sugar。Cannot call this two 吗 ？Cannot. Must one this one this. 12.你们要拿两份，两份，这样我们分担可以吗？哦，要分担。对，这一份是13.7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, 所以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然后我的礼物我也已经买好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大概给你们看一下它是长什么样子的。So, 第一样呢就是这一个，哒哒，这个是我买给我朋友的，它里面是这样子的，就这一个，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它是很 Christmas 的感觉，你看。超美的，它的这个包装，但是里面哦，我就不开给你们看了。如果你们要看的话，你们就看下去啊。可能当天等我朋友开的时候再拍给你们看。然后呢，第二样呢就是这一个，这个是买给我男朋友的。然后你们看，超级美，是不是？它的盒子哦，是很 bling bling 的感觉，然后又很 high class 的感觉，然后它又很美，很符合那 Christmas 的 feel。对，太漂亮了。哦，跟你们讲一个东西，就是刚才哈、哦，我在哥尼亚，我走来走去，因为我想找一个礼物纸嘛。但是我跑了好几间店哦，他们的 Christmas 的礼物纸哦都卖完了全部，所以我只能买这个。这个是 a birthday 的感觉，但是呢，现在我又不是很想用了，突然间，所以我就打算自己来 DIY， 我就用。这种颜色纸来包一个比较有Christmas feel 的，所以话不多说，我现在就要来包礼物。